这个铁锈外表的茶主，其实跟我之前的背景是有关系的。因为我之前是机械加工的从业人员，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金属的东西啊，修补的部分就会用一些铆钉啊，然后盖一个铁片去修补，借由那个概念把它导入到我们的茶器具上面来，创作就是生活中的一些转移，截取各种自然界的元素，或是某一些想法再去做组合，就变成我们的创作。